这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基地，这一块呢主要是以瓜类作物为主，所以面积还是比较大的。那么我们现在顺着我的脚步，我们来到我们所实验的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普遍是在目前是在35度左右，所以是比较温度比较高的一个范围内，所以我们选择挂的是一个阴暗的，就是比较凉快有阴凉遮蔽的地方，是种瓜为主的，所以这是一个24小时的效果图。目前呢，在粘板上，已经是蛮多的了，主要是以瓜石蝇和果实蝇为主，有很多依旧在动，这都是刚刚粘上来的。